搭建这个白玉门传奇，搭建之前服务器关闭防火墙，开放所有端口，把服务端上传到服务器底盘。所用到的工具都可以从网站里下载，服务器这边的安全组也要开放，添加规则，这里输入 ALL 开放所有端口的意思，点完成就可以了。这边也要添加，我的已经添加好了。还有这里的防火墙也要关掉，我的服务器是默认关掉的，可能你的服务器是要手动关掉。解压服务端，解压之后把这个删除，安装环境，首先启动这个，然后打开这个软件，点这个连接，点这个，然后输入数据库密码，粘贴到这里，点确定，双击打开，然后找到这个数据库，找到这个表，把这个 IP 改成自己服务器 IP， 把这个 IP 改成自己服务器 IP， 把这个 IP 改成自己服务器 IP， 然后保存，然后打开这个，把这个 IP 改成自己服务器 IP， 然后保存。最后启动一下服务端，修改一下客户端，反编译客户端，然后找到这个文件，把这个 IP 改成自己服务器 IP， 然后保存，修改好之后编译回去，回编译加签名，点确定，看一下这个后台，这个是账号和密码，
安装一下客户端。I can't believe you like an MV 的场景，三不做爱没有咖啡厅，金马里充斥着酒精。五彩斑斓灯光照射我的瞳孔，游戏的规则靠我耳边和我细说，都把握好的尺度，不要玩太过火。歌曲都打开黑道 A， 我拿得起手。今晚把你带过海，看一下这个后台。这里输入角色名，然后输入数量，点这个发送。后台可以用，其他的自己研究一下。